湾有名37岁白姓男子，他曾经犯下了杀人未遂，服刑了5年多，在98年假释出狱。在今年初，在台北市万华区有一家泰式养生馆，结识了嫁到台湾来9年多的女子小林。嫌犯呢多次向这个小林求欢，遭到拒绝。竟然在2月的时候，涉嫌以积欠债务为由，拿枪逼养生馆交人，之后挟持了对方长达3个礼拜，恐吓女子不可以脱逃，否则要对他的小孩不利。嫌犯到案之后公称双方是你情我愿的，坚持否认有性侵。